姐。热情相亲，燃放鞭炮，迎接蔡世应车队扫街。尽管天空不作美，但是不少支持者挥手回应。蔡世应行程满档，一早七点先和市长林佑昌站路口备票，有机车骑士也停下表达支持。才刚结束第二场政见会，对于自己表现，蔡世应充满自信。我觉得我表现得还不错，听到谢国梁谢先生在他的结语过程当中，特别感谢过去这几年中央跟地方推动基隆的改变吼。那我想他总算讲了出于这次来的公道话了。觉得适应两次的表现都很好，而且他很恳切。好，我想其实选举到最后的阶段，在这种谩骂或者是欺骗的这种语言我想不会得到选民的一个认同。谢国梁，谢国梁。谢国梁来拜托大家啊！谢国梁也不落人后，再找朱立伦陪同车队扫街，一路上相亲也很热情。我也肯定林佑昌市长在过去的八年内有一些政绩，可是那不代表没有更多进步的空间。八年的一个市政，我也是秉持跟世应一样的一个心情，不分蓝绿党派。那大家如果还记得八年前我最后的一个选举的诉求是，请大家相信我，那我会让大家成为一个光荣骄傲的基隆人。选战迫在眉梢，蓝绿力拼拉票，就看谁能在基隆杀出一条血路。曾经选手在横林俊华，基隆怎么斗？